我喜欢你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喜欢你，我喜欢的人是魏前，我喜欢我哥。可是我们又不是亲生的，我为什么不能喜欢他？如果有一天你喜欢的人结婚了，那你怎么办？我会疯了吧。从不知道施舍了一点换回了一个人，就说别跟着我了，怎么甩都甩不掉的跟随。哥，不要倒了，回家。你哥为了你，他不能倒也不会倒，他必须得赢。如果你把我丢了，是不是就不会这样？你还是多吃一点，多吃一点，多吃一点。那个成果发表不要太走心。我是我哥的就好了。平常的你是大哥，娘家的你是爸爸。你要这样出去就不要给我回来。唠叨的你是妈妈。在你身边的感觉真好。哪一个好看？你最好看。哥，你是不是知道我喜欢男生的事？喜欢男生这件事情你有想清楚吗？我真的是很不懂你哎。我不在这一个礼拜，再麻烦大家照顾我哥，谢谢。喜欢一个人不是我想控制就能控制。你知道那种心里装着一个人的感觉吗？装一天倒还好，你试试看一个月、一年，甚至是好几年。我知道在刻骨铭心的感情也有时过境迁的一天呢、啊，可是都已经过这么久了，时间对我来说早就不算什么。啊，该不会这男的又一个吧？你不要倒贴，你知道吗？我这辈子会倒贴，只有一个人。你这么喜欢他，你不累吗？喜欢到一个不应该喜欢的人，真的好累哦。我不想让他有被排挤的感觉啊，所以我怎么可以把他推开？该不会想你喜欢的是你吧？妈的，你在说什么？不可能啊！那合作愉快哦，合作愉快，嗯，合作愉快。连我哥介绍这么多女的，不是鸡婆是什么？你喜欢的那个人是不是魏倩？你跟我哥很熟吗？你哥活到现在已经够辛苦了，你也很清楚不是吗？你能给他什么未来？你舍得让你哥因为你这么为难吗？我从来就没有想要他为难啊，所以我为难的都是我自己。人家说，喜欢就算是捂住嘴巴，也会从眼睛跑出来。你没有藏好，被我发现就算了，你还给他直接行动。他那么迟钝的人，你要他怎么面对你？你从小就只绕着他转，外面的世界很大，你可以去好好体验看看。就是要我走，越快越好，对吧？你们俩给我有话好好讲清楚。搞成这样，哈！讲清楚，给我讲清楚哦！我舍不得你啊！想当作信仰，记得拥有过。你老实说，你心里是不是也有小燕？新的生活。
虽然人生在世都必须面对分离，只是早晚而已，但我很害怕，我怕万一怎么样了，你不知道有一个人这么喜欢你。哎，小宝，你刚去房间吃吗？站在这里干嘛？哎呦，不要在那个。所以，哥，不要让我离得太远，离得太久。可以吗？不要靠我们什么？哎，别这样，别这样。哎，我下次坐他的点，明明都叫好了，魏总可不可以坐过来就能来了？哎，好心坐不好吗？我们三个付钱的。你有多傻？各位老板好，我是魏总的弟弟，我叫魏志远。我哥不太能喝酒，我就先把他带走了。小野，哥，回家。四年不见，是不是更帅了？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你不是让我想家就回来吗？大哥每次应酬啊都这样，抱马桶的次数比从小到大抱我还多。以后你就跟他们说你弟回来了，不喜欢你喝酒，喝多了会被处罚。哦，志远，那回来不一样哎，看来有人要完蛋喽。嗯，好吃，好吃哎。哎，天哥，你看你弟那么会做，我们应该投资他开一间餐厅嘛。我投资好不好？开什么餐厅啊？有钱也不是这样乱花的。孟哥，嗯，谢谢你。谢我？出国一趟我想了很多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也没有机会去美国，还有现在这样的成绩，我很感谢你。你愿意放下，我跟你哥都很开心。来，没事没事。哎，你冷静啊！拿什么刀啊？从小到大都是三堂哥护着我，对我好。哦，我就是喜欢他。你手放开！喜欢？你懂什么叫喜欢吗？在国外的这段时间，我一直反复在思考，喜欢的人，无论是什么状态，我都没有关系。只要他开心，就算他结婚了、生孩子了、老了，只要他还在，能让我看得见，能让我陪着他，这样就够了。魏谦，你不喜欢魏志远吗？我哥就是我的一切。我也是你哥的一切。所以小云在哪？大哥，魏谦，魏谦，你就是不信任我。他们为了彼此，可以连命都不要。我喜欢你。我这一生的轨迹，用魏谦两个字就能贯彻始终了。因为我的所有一切都是你，不管你要还是不要。很多事只存在你跟小远之间，除非你真的抵触跟男生在一起了，要不然全世界就有小远对你这么不离不弃的。我常在想啊，那最后大哥会不会是我们三个最放不下这个家的？机会的相遇，洒脱惬意，不再争风和。
心里的风景，剩一片破碎的伤心地，往后去了哪里？总会像这样突然的想起，或是和你又再次奋不顾身的把回忆全都看清。若我们注定是场电影，早就预言了结局。哥，你一直都会在吗？在这种只是个悲剧。